离金色因果记事集家庭问题系列开示要看因缘，不是请示了就会开示。以下文章为一位有缘人分享阿伯的话，现场开示精华节录。业障待机缘到才会开示，有时候就是要磨，磨到一种程度后，时机成熟，业主菩萨才会愿意现前。经过四年的时间，终于开示我与家母相欠的这笔业障。因尚有其他业力未还清，也无力先偿还和家母的因果，但发现自从开示后，家母对我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，会请示这件因果，是因近一个星期接连梦见家母，天天入梦跟我讨钱，且时不时打电话来，都是没目的的闲话家常，一讲几乎就半个小时，让我一看见来电显示就想装作没看见。从开示出镶嵌的因果，家母来电的频率减少许多，对我的态度也有很大的转变。以往大年初二都直接叫我不用回娘家，一开始我已晓得家母不会料理素食，虽然我会自备素食，并做红豆年糕和南瓜糕回娘家，但总是得到冷言冷语。今年家母特地打电话说家父提议初二要订素食餐厅聚餐，最后我提议订几样简单素菜在家里聚餐，一来不用刻意花费，二来订外食也不会让家母自叹厨艺不如我而不悦。接触精舍的第一年已请示过与家人的因果业债，开示都是时间尚未到，如今能顺利开示出来，虽未开始念经还债，但家母的态度就有如此大的转变，实在不可思议。虽有外道愿和其他业债尚未偿还，但会尽自己的努力早日将开示出的业障偿清。分享完毕。不管灵界或阳世的因果业力，不是请示了就会开示出来，而是机缘到了才会开示。以灵界的业主菩萨来说，若当下的嗔恨心仍重，不想这么快与加害者和解，便会先找灵界的朋友来干扰多次，待心中的怨气稍微缓解了，才愿意现身听佛菩萨调解，继而开出业力经文。这也是许多冲犯化解后往往也伴随新业力出来的原因。对阳世业主菩萨来说，表面上彼此的关系可能很亲密，比如朋友、夫妻、父子、母女等关系，但临时生成的记忆尚未磨灭，仍然执着于过去被伤害的感受。此时佛菩萨会尊重被伤害的一方，等待其想通愿意和解了再介入调解。此即开示的因缘未到。遇到这种双方相处明明有状况，却迟迟无法开出因果相欠，我们要用有智慧的方式去面对，包容忍耐对方，避免进一步的冲突。勤忏悔，勤消业，每隔一段时间就送请示单，希望对方能感受到我们的诚意，临时愿意放下嗔恨与我们和解。另外一种开示机缘未到，是请示者的心性还有待改进，换言之还没有被对方磨够，内心还不够自愿，内心有无甘愿，有无忏悔，对方的临时其实都知道，如果只是为了知道双方有无相欠这个答案而请示，不是真正想改善双方的关系，或者真心想做些什么，
那么表示请示者的内心盲点还有待突破，即一开示的机缘还未到。此时的做法，除了勤忏悔，也要认真调整心态，不要只看见对方的不好，却忽略对方的优点，要欢喜做，甘愿受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只要有心和用心，业力经文开示都是迟早而已。另外一种佛菩萨暂时不会开示的情况，是妇女怀胎尚未生产，此时佛菩萨的回答会是等生完再来请示。如此的做法是保护尚未出生的婴儿，避免有人做出无法预料的行为。其实不管佛菩萨有无开示，人跟人的相遇本就是久别后的重逢，不是来报恩报仇，就是来讨债还债。不管相遇是出于何种模式，遇到了就是如实面对，有因果化解因果，无因果继续保持良好的互动，真的不需要做过多的联想。相逢自是有缘，如是恶缘，就尽力转为善缘，让双方都没有遗憾。因果和世间事的处理方式大抵都是一样，尽心圆满，不结来世怨。我们的心态也不需过于扭曲和抱怨，或给自己压力，晚上烦恼到睡不着觉。如果双方有因果，但目前还无法念经，建议可以每天观想对方在你面前，跟对方的灵识忏悔。意念的力量不可思议，不要小看意念的忏悔，每天真心诚意的忏悔，对方灵识都能感受到，自然而然对您的态度也会明显改善，让你的日子不会每天处在水深火热中。因果相欠，让两人有机会重逢，过去的记忆早已不复存在。一开始被伤害的人也许错愕不平，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理解为什么真心换绝情，直到遇见佛法，经由佛菩萨开示，了解两人过去的渊源，此时的心应该豁然开朗，过去世的不美好到这辈子就好，不要再往下延伸，因果都握在自己的手上。善待身边的亲人，关心身边的朋友，宽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这都是因果，只有惜缘才能续缘。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。摩尼经寺经由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，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，借由实际解决众生累劫累世因果业障问题，治因果病，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，普度慈航。我们不接受供养，不收钱，不推销，不强迫修行，只求能结善缘，解决您的问题。我们专解因果事件、因果问题，治因果病。无论感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家族、身体、户籍、学业等问题，均能请示。有医生看到没医生，有神问到没神者，不妨一试。因为精舍义工分别住在不同县市，且平日各有工作，只有星期天早上才开办祭祀。现场请示：台湾彰化县溪洲乡朝阳村陆军路一段271号。